條題目就咁嘅，要你 simplify a 3次 b 4次 bracket 嘅負二次方 over a square b， 然後將你嘅答案咧用正指數 positive indices 表示。咁做法係點咧？通常第一步咧就係將個嘅出面呢個次方咧就乘入去括號裏面。啊，括號裏面咧就得一個 term 啦。咁所以呢個負二次方咧可以分別乘入去裏面啦，就變咗係 a 嘅負6次方乘 b 嘅負8次方。 然後 over a square b， 我哋點樣將啲負次方變正次方咧？就將佢本身份子就擺翻喺分母啦，即係變咗 a 嘅6次方同 b 嘅8次方咧擺咗喺分母，分子咧你要補翻去1俾佢嘅 ，OK， 所以啦就變咗1 over a square b 乘 a 嘅6次乘 b 嘅8次，跟住同底相乘，次方相加，底不變，所以呢度 a square b a 6次咧就變咗 a 嘅8次啦。 呢度 b 咧，即系 b 嘅1次方解 ，b 嘅1次方乘 b 嘅8次方咧，就变咗 b 嘅9次方，所以最终答案就系1 over a 嘅8次方 ，b 嘅9次方啦。